是我今天第一餐，空腹来吃燕窝，来补一下胶原蛋白跟我的气。通常早上我就来敷个面膜，然后一边冥想，很不浪费时间。Perry 已经出门去打球。Yo， 大家。来给大家看看，我现在在打球，跟我的好哥们儿。我们现在在大溪球场，等一下要来开球。All right， 三百壮士 ，second shot，approach shot， 第二杆，看一下，小鸡腿 ，good shot， 有点右。It's alright， 没关系，不错。哎，谢谢。这赛的录影者，哎，太阳出来了。对啊，太阳超美，这栋很漂亮，各位。碎啦！各位观众，一颗高尔夫球，郭林在那边，你们觉得我打得上去吗？快点，猜一猜。各位没进，到这边来了。对啊。Sorry, let me put it in, okay? 没事，你打，我们的中帅。哎呦！哦，来，单手推，各位观众，进去了，耶！各位，这个是 Jonah， 是 Jonah。As old as a little man. little man.小人小人 though, I'm saying 我今天穿的是 UU 的针织上衣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个像内衣扣环设计，喜欢。然后我现在来去公司，因为我今天虽然是周末，但我超爱去公司的。我今天要来写一些社群经营的课程，因为最近觉得我需要分享多一些如何从零到一的心态建立，分享给我的合作伙伴。然后今天早餐就除了燕窝之外，我等一下会喝一杯咖啡，然后再开始我的工作。但我可能白天都几乎不吃东西。我每天都大概喝两杯咖啡，但是都是换成燕麦奶。好，我觉得我在公司的空档时间，趁现在没人，来开箱给你们看最近买的东西。以前我都是那种逛街完，我一定要立刻隔天就穿新衣服，帮他拍一张照。但我最近真的，我连穿这都还没穿，穿到这几季的衣服，我觉得有变年轻。像这件泳衣，它前面是有一个小小的 logo， 然后是黑白配色，我觉得可以配白色的裤子，再加凉鞋，就有一种海边的感觉。还有新买的这双凉鞋，黄色的很可爱，然后它上面是有珍珠的样子。它之前也有出过这个形状，然后我之前是买黑色跟白色皮革的，然后我想说这一季就买那种毛呢的感觉的材质，跟之前不一样，夏天的感觉。然后还买了一个大 size 的22包，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经典。因为我上一次买 Chanel 的包包好像也蛮好一阵子，我发现我都是比较会入手它的经典款，就是流行性的款式我比较少买。然后它这一个我觉得完全击中我，因为它容量很大，而且今年要开始流行大包，我自己也有点受够了，一切都是小包搭配，然后里面完全没办法装任何东西。我超常就是手机塞在口袋，然后包包就拿在手上，就一个配件的概念，就觉得其实也蛮白痴的。然后这个22包呢，它上面有一个吊饰，就很漂亮。然后我买的是白色最大的 size， 因为我身高比较高，我觉得它是配牛仔裤配多
度假感觉的穿搭都可以的。它里面还有附一个小包包，你可以把一些什么化妆品啊、零钱包啊，都把它放在装用这一个装。然后里面容量超大，我觉得是大到可以装一下网球拍那种。如果穿一个网球裙、网球帽，然后再一个 bra top 配这个也很可以，所以它可以变化的风格我觉得蛮多种。哦，对，我还买了一个这个。其实我自己平常买衣服都是走很浮夸的路线，就是我很喜欢亮色或者是夸张一点的材质。像我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这件，它是就像一片钻，然后我觉得它去什么 Coachella 或是什么朋友的生日，你想要晚上看起来有造型一点的话很适合。它是一个菱形的感觉，下面可以配个皮长裤啊、喇叭裤、高跟鞋都可以，但没有机会穿。那我先去换一些穿搭给你们看。几个纱线颜色还没有挑，就趁今天有空来把它挑完。我觉得最头痛的就是这种要配色，觉得可以撞色跟同色系搭，像是紫配粉应该蛮可爱的。我们现在来吃个午餐，因为 Perry 说他很饿，跟他一起去吃个 Poke。 哎，真的天气超好哎。对啊，好久没有出太阳。我早上去打球，到现在只喝了一杯美式咖啡。你以前是不是100多公斤？这个要跟大家分享吗？你如果大家可以去我 IG 看我之前的照片，比现在胖很多很多。我们现在来到哪里 ？OK Works， 我们朋友开的店，我们要去吃的，这是我们最爱吃的一家。What's up, Jerry？ 他的 menu， 他们有这种东西，饮料啊，然后他们教你怎么点餐，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一些经典的，做好的帮你配好的一些 Poke Bowl。好，我每次都点一样哎，我都是综合沙拉。Okay， 所以一半沙拉一半，我就只要沙拉。嗯，那菠菜面也很好吃。对，它菠菜面很好吃。如果想说我今天晚上要吃大餐，所以就先不要吃太多。好，先吃沙拉好了。那 Perry 你先尝。我今天先吃一个 burrito 好 ，sushi burrito。OK， 你等一下还要吃晚餐。OK， 所以我不想吃太多。OK， 可以。感谢，这是我们最帅气的老板 Jerry。全台湾最帅气的，我们在图书馆见面的，我在图书馆认识的，对，陈敏，有一天在逛书店遇到的，从来不喝酒，很乖。这边有一些蔬菜可以选蔬菜，鲜虾，还有这个面，这是菠菜面，很好吃。鬼头刀，还有一些生菜豆腐，它这些是他们的主食部分。鬼头刀，如果你们不吃生的话，你们可以选择吃鸡肉啊。看有虾子，你选哪些配料？我选了三种鱼，我选了鬼头刀跟那个鲜虾，还有辣味尾鱼。哎呦，然后等一下要加洛梨。你已经加了你的配菜了是？然后我都选辣味美乃滋。好，这边有他那个正常的。等一下换我来做我的 burrito。burrito 对，最爱的 burrito。我们从饭桶里面把饭挖到那个机器里面，然后机器就会出来一个豆腐卷式的一个饼，芥末。哎呦，
你要芥末？你有加洛梨？有啊。哇。那这些是他们的配菜。终于换我了。我要鬼头刀。然后我要这个辣味尾鱼。反应会有点重。好。还有一个干贝。那你要喝什么？不要。漂亮。感谢。哇，你们看看。好兴奋。几种？五种啊，我只要玉米就好了。五、哦、已经切好了。哇，看这个是不是很好吃的？各位，我们准备来吃我们的午餐喽。那我们边吃的时候，你们就看吧。对。再见了，各位。我们来台中玩，第一次来，来看房间长什么样子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外面夜景感觉很美。看厕所，哇，厕所很大哎。